今天是2023年8月8日，我们现在在海南岛陵水县与团队前来考察三年榴莲种植基地。这里的基地多由槟榔的转作，也套种槟榔、老叶、菠萝蜜等。在实地考察中，榴莲营养生长方面良好，整体榴莲管理非常到位。具备着良好的榴莲生长和管理，挂果指日可待。借此，团队也和种植户介绍马来西亚大力丸的功能和优势，在坡地以点石挖掘方式来持续养分的供应，提高榴莲在肥料的利用率，以促进花芽和果实生成。这里我们也祝福榴莲种植户榴莲大丰收。